OK 了啦，昨天真的很抱歉，哦，那脚酸，又肚子不舒服，还中暑，环岛是不是第一次上游览车？太多天了，上坡，喘不过去，感冒了。对，可是，虽然一度有想要放弃的念头，我一定达成。来到这样子的海景，感觉非常的舒爽。心理上有一个感受，就是我们平时在超越自己是值得被肯定的，但是我非常感佩梁理事长杨会长，他愿意帮助大家来超越自己，这个精神更加令人的感动跟动容，而且结合健康、环保、爱心的这样子的更有意义的活动，我们加油，很快的我们就会回到我们的目的地了。为了老公，人家是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，我是拼命踩哇，太感动了，有你真好。东海岸，我们到了。对，美丽的东海岸，谢谢，很棒的一个旅程。嗯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婆累不累？不累，不累。对，按摩一下。对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勇士们都能够平安。来，站啊，站啊。阿丽娜来担当，家里钱就花。出名的山呀，一支就好山。耶！俊男美女在二组，啊，是啦！没气了，没气了，全刺破了。台东县非常棒，他在今年3月18号到19号办全国年会，他办得非常成功。哎，我们来到这里参加年会完之后，再赶着回去一起从台中县政府骑438公里来到台东，台东县政府，台东市民县赞。To get
想你哦，我要回家。一口气骑最多的，尤其是今天，一路都很爽，而且速度也够。好，我们全部抵达了哈。今天很拼啊，脚已经肿起来，但是还是要骑完。台东县整个很漂亮，环境很美，海洋很美，大家一定要爱护环境。太棒了，谢谢。啊，送啊送啊！你这镜头哈，真严重。这个人才半年没套，我等下都没说。接下来会有避开不了的关山杀人坡，上坡有几个要诀，那有先讲嘛，保持一路距离拉开，还有第二个不要抬头看，越看越绝望啊！完整完整，台上有天。阿公啦，这边风景怎么样？哦，非常棒。希望只要有空的，应该都多出来走一走，健康快乐。听说去年这里有一个叫什么金城武的啊？什么？应该是这个就是什么金城什么金城什么？好像是金城堂啊？对了，对了。就是我，看。去过这么多地方，是不是真正感受过这个世界？看见世界，看见人群。I see you。啊，摄影师，怎么只有他有？我们也要啦！我们要抗议！去过这么多地方，是不是真正感受过这个世界？看见世界，看见人群。I see you。来到金城武术，自己都变金城武了，帅，越来越年轻了，帅。